你瞅这大猫指定又饿了，肚子都扁了，满缸转悠找食物呢，再不给它弄吃的，咱们的大银龙又得遭它罪了。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喂的了，来超市逛逛吧，看看有没有2.5块一头的猪卖。一进门看到这玩意就让我流哈喇子，这季节来包火锅料回家再把大猫剁吧剁吧，岂不美哉。还有这辣白菜，不得不说真不错，我就好这一口呀。7.98块一斤呢，太贵了，吃不起，我还是去拱白菜吧。这来到水产区不得不吐槽一下，偌大个超市就这么点水产，想吃个螺都买不着。不过肉能管够，这么大个鸡腿大猫一顿能吃脸，你说这大老黑就像咱家特产似的，哪都有。你要不要跟我回家 PK 一下大猫和巨年？哎，看这群家伙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呢，是不是想干坏事？是不是想干坏事？老实待着吧你。妈呀，隔墙有耳，这边还有一个家伙伸着脖子搁这偷听呢，知道太多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你们说这螃蟹是面包蟹吗？咋个糊了似的？下次告你爹娘，火候小点。再瞅这小波龙，跟我之前抓的小龙虾差不多呀。这边还有大的呢，这还行哈，快有我手腕粗了。嗯，这里还养了这么大一只蜘蛛，好家伙，屁股比我拳头还大。这下面居然还有一只，这玩意长得真丑，这嘴像极了星球大战里的怪兽。不是我吹啊，就我这造型绝对是整个超市里面最靓的仔，没有之一。你们再看这鲍鱼，这手感滑溜的，这肉质倍棒呀，才6.5块一只，比辣白菜还便宜，就它了。回来了兄弟们，逛了一趟超市，别的没买，就买了6只鲍鱼，6.5块一只，花了我39块。然后卖水产的老板还问我，买这几只鲍鱼回来准备怎么吃。我跟老板说，看着别人吃。老板当时就给我投来了灵敏的目光，其实老板只猜对了其一，没猜对其二。我都没跟他说，我是看着鱼吃。不过呢，这鲍鱼咱们在喂大猫之前啊，我想做一个小实验，从来没有做过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到过啊？听说给这个鲍鱼上面加白醋，哎，它会转。这个白醋咱家是用完了，不过咱家有老陈醋，我想应该效果是一样的吧？中间先倒一点啊。咦，没反应啊？不会真得用白醋吧？白醋没有，完了，这个也没反应，也没反应。哎，我去，全没反应，这里用白醋吗？不对吧，这鲍鱼，我去，这个应该都快死了，这个完了，别玩了别玩了，我还是抓紧给它处理一下喂大猫吧，不然等会死透透的了，都不新鲜了。不是，我刚才把它们醋冲掉的时候，我发现这玩意没死，活的，看来还是醋的问题，下次啊得准备白醋。行，就这样吧，我开始动刀了，你们还有什么遗言不？算了，我替你们说吧，下辈子啊千万别做这个鲍鱼了，至少少挨那么几刀啊。哦，兄弟们，不管你们承不承认啊，这家伙是实实在在的长大了。6只鲍鱼我已经全部清理完了，为了让他们少受罪，我就嘎了一刀，没有去改花刀，改花刀反正也没用，这玩意是整吞啊。这个呢是主菜，然后这是副菜，小鲫鱼呗，咱还有是吧，总不能全喂鲍鱼，全喂鲍鱼我得喂垮了。然后鲍鱼就全给大猫吃吧，来盖子掀开，我估计是最后鲍鱼不够大猫一顿吞的，好吧，先最大的一个来，大猫这里这里，哎这里，哎等我手，哪去了，这边银龙来了，我妈别咬我，我怕银龙咬我，吃吧。哎呀我去，6.5块，这个心痛啊，再来下去，哎呀又是6.5块，还有4个，再来下去，银龙去了，吃不了，哟，哎呀我吃这大银龙，6.5块给他去了，完了你少一个6.5块，我估计他吃不下是吧，兄弟们？你看这嘴大嘴张的，赶紧再下一个，不然得咬他。再来一个，6.5块，你再不吃的话，不饿再给你来一口。嘿，在这呀，还有脸啊，还有脸。6.5块，6.5块，13块，86块，大银龙。哎呦我去，大银龙想跟他吞了，哎。好家伙，又6.5块了，没了。老七来一个吧，对吧？大银龙都吃了，咱老七也得吃一个吧。还有2个啊，拿，
六块五。哎呦我去，这小银龙凶得很呐！干！好家伙！来最后一个咋整？大猫肚子不愁去。哎呦，大猫肚子差不多了，再加两块鲫鱼差不多了。好吧，给老七再来一个吧。来老七，六块五。好家伙，干小银龙！不是小银龙，你吃完能撑死你，大哥，苦了。我给你下点鱼片来，下点鱼片，吃鱼片。哎，对，吃鱼片去。哎，对，老七两个13块，大猫三个，是吧？三个19.5块，这玩意一个6.5块还在嘴里含着呢，吃不下。等会儿还是大猫嘞，上鲫鱼来，走起。还没吧，继续大鱼片啊！走，我的乖乖，妈呀，吓我一跳！老七再上点鱼片，你看我这胃，我整天哪都下那么大功夫去喂的。老七上次吃的跟球沙一样，这次一样给他喂的跟球沙一样啊！然后还有这边鱼片，这个小一点的放这里吧。走你，就这么喂，哎，这就。我去，大银龙还没吃完呢，你瞅那尾巴，你就吃10个鲍鱼，吃100个鲍鱼，这尾巴都补不回来了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哎，没了，还有这一点，全下这一个，全下这一个，然后全部吃完了，兄弟们，你说我的喂鱼得劲吗？然后趁着这个6个鲍鱼壳，我给上面铺点粉丝，然后弄点蒜蓉，哎，我一天做个小菜出来，不错不错，兄弟们啊。今天就到这样啊，全是大猫。大猫等会把这些鱼片全部清完以后，100%没问题了。这玩意儿眼瞅着长大了，我是眼瞅着长大了，不管你们看不看到啊，绝对大了。银龙的这尾巴现在也就这样了，以后是怎么样，以后再说了，好吧，兄弟们。老七依然吃成了球沙，小银龙等会下面他自己会去捡的啊，兄弟们。本次喂食到此结束，下期喂什么？评论区见，散会。